忙了一天，累了吧？累了。哎呦，还带了瓶酒哈。坐。我就不坐了，我没有时间坐了。我们刚才都看到了，栾博脖子上有一个毒药，我相信你也有。你不用管我是谁，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。这瓶安眠药是我在周老板房间发现的，一会儿我会把它放在你的房间，我带人在你的房间搜到它，但是你不要承认，你就说是我栽赃你。凭什么相信你？因为我有这个。现在所有人都在找这个，这是疫苗。目的是什么？我的目的是让人把疫苗带出去。我现在没有明白，你不是要栽赃我吗？我要栽赃你。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？我知道。你知道我的任务是什么？我知道。竹林中，把我作家。作家是医生，他能出去的话，他能做出更多的疫苗。如果他出不去，你还能把他带出去。所以你的计划是？这疫苗稀释一半以后依然有作用，所以我们把它带出去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它注射到你身上，你能活着出去就行。双重保险？双重保险，我接受。来，快。记住了，就说是我栽赃你。我相信你，请你也不要让我失望。风声有一句台词我特别喜欢，好不容易以真面目相对，我真希望跟你聊上几天几夜。通过这一天，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角色。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为国家做更大的事儿。保重。我叫岳龙刚，在很多人眼中，我是大洋国占领军的走狗，是沾了血的爪牙。然而我的真实身份是国际情报组织的秘密成员。警戒，你终于来了。今天我本来没有工作，但却接到了一个紧急的电话，曹教授被人暗杀了。这样的重要人物突然遇刺，很可能和组织有关。开始我觉得这只是一场简单的暗杀行动，我只要利用我的身份从中周旋，帮助饭店内的同志脱身就好了。根据我们进一步的检查发现，教授体内有强力安眠药成分的残留。哦，那么就没有再发现点别的安眠药之类的？安眠药没有。大饼，嗯，你看这儿有个脚印。哦，基本吻合。哎，吻合，完全吻合。来，吻合，吻合，太吻合了。我声称案发现场的脚印全员吻合，这样至少可以混淆视听。我爷爷的爷爷是？哦，爷爷的爷爷，四辈土匪。人是我大哥杀的。绿林好汉主动跳出来承担责任，是我第一个没有想到。第二个没想到的是，在审讯名角之后。谢谢配合。发现了疫苗，抗毒血清甲一号，这似乎才是行动的真正目的。事情变得复杂了，哪怕违规，我也必须联络我唯一的多年来从未谋面的上线了解情况。谁让你违反规定主动联系我？这不符合组织要求。我先问，是不是你？
不是。教授对于大洋国来说太重要了，我必须多知道一些情况。我看到了秦凯旋跟侍者张仲元进入了教授的房间。就他们俩进入房间？对。别的你没看到？对。所以我怀疑咱们的同伴不止一人。医生很重要，需要保护，疫苗也很重要，需要传递出去。爪牙也可以是利刃，哪怕会折断，我也并不害怕，因为我相信胜利应该属于我们，也会属于我们。此时间不可闹笑话，胡言乱语怎瞒得砸在长安？是你夸大话，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猾？左手拉直了李作臣，右手在把乱布拉，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爬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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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有他。贪不与狗命。周老板。哦，探长，有何贵干？不想再审你了，审好几次了，警监也审过。我也无话可说了，交代吧。该交代的我已经交代了。是吗？随便。三不与狗命不由命。交代啊。我没有什么可说的，要杀要剐随便吧。知道你们的行为，一点也不怕。不怕，不就是试验室吗？也没有什么伎俩。行。无与那共存，只有把你的那人你来你我这。